我俩谁好看？你再瞅瞅旁边那个，来，好好看看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哎，还是爸爸好看是不是？真乖。那你好好品一下，能不能把你迷倒？哎呦我的妈！多多，来亲一下。渣男，不要给你亲。啊，给你好吃的，亲不亲？一条鱼就想骗我感情，你当我三岁呢？这样呢？其实吧，我还是挺喜欢你的。开着邻居家的拖油塔，追着日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今晚演出的 rapper 算得上是他最喜欢，他走到吧台先点了一杯威士忌酸，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我要下班了，陪我跳支舞。